好耐，兩年前去咗前邊，跟住又唔想盡翻一點年力，又未試過。之前因為太忙咧，佢開咗鋪都冇嚟試，一陣食到好多人嚟買，咁直至收到Facebook 啊網上流傳啲信息話佢就嚟結業咧，想琴日本來琴日都有朋友嚟咗啊，但係話條龍太長排唔到，咁今日點都好抽時間過嚟買埋，係咯，最後幫襯咯。做見證最後的時刻啊嘛，咁你冇辦法，因為本身佢租嘅鋪位係有你放有你冰室噶嘛，咁有你冰室佢之前都好多間分店咧，譬如喺觀塘分店，佢放咗半年租70万冇人頂手，咁佢自己都搞唔掂，咁喺觀塘做咗好似唔夠兩年都要起身，咁而呢度我諗佢都係比較難做啊，咁佢半邊鋪面係租別人哋噶嘛，咁所以別人哋唔掂，咁正常佢都可能麻麻地咯咁啊。咁頭先我都問過佢哋負責人，佢話都有機會會重開，咁我都幾開心，有機會再喺第二區再食咯。覺得而家做飲食業點樣？冇得做，因為啲業主佢好難會同情你，同埋來貨食品都好貴，咁加上好多人嘅消費模式搬咗上大陸，佢哋睇唔到好可能睇到佢好前面好平嘅嘢，但佢幕後製作嘅嘢好多人都睇唔到。其實很多香港人都有奮鬥緊嘅，即係為了生活啊奮鬥啊，做得更加好啊。咁你話難免有啲脾氣咧，係一定有啦。你做嘢每個人都有脾氣啦，即係我哋自己做嘢都有脾氣啦。即係咁啱俾你影到之後放大咗，有時對佢哋好似唔抵嘅。你問我就小店更加要為了創新同埋多少少嘢咯，即係要俾啲消費者去試啲新嘢啊。因為你而家香港人係好接受新嘢，同埋當你新嘢去到某個時候嗰陣時候，再加啲新嘢落去，可以維持咯，要不停去變更啦，呢個係真嘅，即係唔可以話一款小食做到老嘅，係唔得嘅。咁到時可能做啲套餐啦，做啲套票啦，另外又做啲咩小食啦，又可以有啲咩優惠啦，或者可能聯埋其他鋪頭裏面連可能其他人一起做優惠啦，做一個 crossover 的優惠，可能有機會做到，齊心起來就可以了。一定要有創新和有價錢，因為現在香港的經濟能力真的低，不要太進取，寧願做個量，可能是辛苦一點的。現在做飲食好過你自己沒有生意，你買得太貴人家不過你買，你買得太便宜會自己辛苦，就拿回中位數，只可以這樣，大家辛苦一點，不是只是那個行業辛苦的嘛，飲食業其實所有零售業都很辛苦，所以要看看他做的事夠不夠實在咯。我講的實在就是說因為很多餐飲業飲他可能10蚊、8蚊杯，裡面全部都是糖水來的，但如果你真材實料的人是永遠都不用怕的，即等於你街邊的鮮果汁即榨那些永遠都不會說會被人取代的，因為行健康路線吃得健康。那你說外地品牌它便宜做不做一場要看他用的料咯，你問我，因為很多人戴有色眼鏡看國內他的材料的嘛，他做了出來之後，他因為個成本問題，他要拿到個利潤而減低個成本，就傷到人的健康咯。那你說如果他真的正正常常的真的沒有太多化學東西的又沒有太多味精的，我覺得他可以有生存空間的，是可以的，絕對有的，哪個國家來的東西都可以的，只可以做出嚟嗰陣時係將心比己，非洲嚟嘅嘢都可以喺香港發揚光大，呢個我講嘅，冇問題嘅。每一個人都係有得揀噶嘛。咁如果你嗰樣嘢又好食，又唔會話太多味精，咁你個人就開始會儲到個 loyalty， 你會成日去買，成日去食。香港人就係因為太工作壓力太大，就係想不停去揾嘢食去減壓。咁你能夠做到一樣嘢，能夠係好食又唔好太多化學嘢味精，我覺得個個人都好中意，唔使話特別去咩大陸消費嘅、日本消費嘅，真材實料，用心做，好似周星馳咁講，用心做，冇人做冇嘢係做唔到嘅，有心做得噶啦，做唔到100次、1000次咧。咁今日係最後一日啦，咁但係其實我就唔係淨係今日先嚟嘅，尋日、前日同埋之前都 keep 住有嚟嘅咁咯。
佢每一樣嘢都好好味啦，咖啡又好飲啦。咁其實執咗就真係好可惜嘅。我中意佢個黑松露雞翼同埋薯條刮包，其實都好好味。哦，其實我啱啱先至到嘅啫，等咗一陣咯。跟住尋日嚟到嘅時候咧，其實就企到去差唔多近廁所位嘅，咁就等咗成一個鐘頭咯。係啊係啊，可能今日啲人翻工啦，我 keep 住一定會多人噶喎，大家都咁唔捨得佢。咁我相信大家都希望佢可以繼續嘅，揾其他地方咯。其實而家租金又咁高，我覺得都難嘅，但我相信得嘅。係啊，始終都會有良心嘅業主噶嘛，我相信會有。同埋幫襯真係要幫襯小店咯，其實唔止佢哋一間咯，香港其實有好多好用心做嘅小店，其實都應該多啲幫襯咯。大家加油啦，香港人加油！今次其實因為隔離有你冰室有事，跟住就知道其實佢哋都應該都有困難嘅啦，咁所以由嗰陣時開始已經係 keep 住有嚟咯。佢呢幾日其實都好旺，日日都排曬長龍，排到好勁。我都排咗大概一個鐘多啲啦，差唔多一點落嚟嘅。而家都仲排緊，而家都未攞到嘢食。平時就收工先嚟咯，平時通常都係收工時間嚟咯。佢八點零九點嘅開到，佢最好食嗰個鹹蛋雞翼冇得賣。係點解啊？賣曬啊！但係你係唔係好早嚟嘅咩？好早嚟都賣曬啊！佢好多嘢都斷咗㗎啦，其實賣斷呢幾日。都唔緊要嘅，我覺得佢有客去邊度開都一樣嘅，都一定做得住嘅。最緊要啲嘢好食嘛。咁啊，當然啦，而家一輪冇得食啊，有啲唔開心嘅，但係好小事啫。最緊要佢有佢做到落去咯。如果經濟好好嗰陣時候，就好難。而家經濟唔好，反而可能容易啲添，因為啲租平啲啊嘛。你計個條數有得做，應該都會做落去。我係咁諗咯，我唔知佢係咪咁諗啊。至少你租金嗰度唔使同人鬥高啊！你而家至少都，譬如旺角區都有好多吉鋪，佢就使同區揾翻間鋪，大鋪梗係租唔起啦，但係細鋪應該都 OK 嘅。希望有得食啦，好想食佢鹹蛋雞㗎。冇辦法嘅，你始終個唔同咗嘛，個社會啲人傾向北上消費啊，啲人翻曬大陸嘛，咁你本地啲餐飲係爭。成本上、價錢上係爭好遠，爭一半至少。一餐你兩餐，一家人出去食飯，至少貴一倍，係難做啲啊！但係佢呢啲唔係坐喺度食噶嘛，大部分都係拎走嘅。咁拎走就好少少嘅，佢至少個客次上啊、流轉上好啲嘅。有啲嘢估唔到嘅，而家好多嘢都估唔到噶啦，聽日發生咩事都估唔到啊！要發生就要發生啊，冇預計呢樣嘢。有得食就食啦，總之係都要睇佢啲嘢好唔好食嘅。如果啲嘢唔好食都好難支持噶，即係唔可能食啲唔好食嘅落到長期噶嘛。但係佢啲嘢好食 OK 咧，咁我都會 keep 住幫襯咯。我翻嚟係我都會專揾黃店幫襯咯，不過我都知道越嚟越少噶啦。我一嚟到已經食咗好多次噶啦，我係已經有時間就特登出嚟。買㗎啦，係啊，因為好食啊佢啲嘢，即係真係好食。希望佢哋一切安好，希望佢哋加油啦。始終有光明嘅一日。